好，今天是最后一集，那最后一集的结局是月炉的结局哈。然后我们前情提要一下，上一集我们是打完人形的拜月教主之后，拜月教主掉下水里面，银儿跟着跳下水，然后李逍遥跟阿奴也跟着跳下水，然后跟水魔最后的水魔兽决一死战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们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好，感谢各位。妖孽，你我原本都不该存在这世上，与我一同化为尘土吧。宁可不要啊！孽畜，别想逃！灵儿，我不准你做傻事。小五哥，原谅我，只有这么做，才有办法消灭水魔兽。阿努，以后小五哥和易鲁，就要劳烦你帮我多加照顾了。灵儿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们合力把臭妖怪干掉，不就可以一起过开心的日子吗？小玉露等着爹娘回去呢。哇，这边阿努说可以一起过开心的日子的。这是我的宿命。傻丁儿，我们夫妻俩携手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如果不能将水魔兽消灭，死在一起就是了。呸呸呸！该死的是水魔兽，他刚才看到我们就夹着尾巴逃之夭夭，我们绝对不会输的。不知道拜月教主用什么方法解开我娘的封印，那水魔兽重生就是因为封印刚解除，他还十分脆弱，所以才暂时避开我们。我们要趁他尚未完全复原之前将他除掉。OK，这是臭妖怪，在鬼叫什么啊？看他全身颤抖，好像很痛苦似的。这怎么会这样？拜月教主居然以肉身噬魔，与水魔兽合为一体，强行将封印破去。哼，都是悟空那臭娘们，我处心积虑的计划，百般的陷害他。就是要吸取他身上的女娲血，没想到他会垂死挣扎，害得我功亏一篑。这是老天有眼，那你的阴谋诡计无法得逞。我会就此罢休吗？我这十年来假装巫王的旨意，命人四处去找他的女儿，你以为是为了什么？原来你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我身上的女娲血。死丫头，等我吸干你的鲜血，我与水魔兽就能蜕变到最完美的境界，到时上天下地唯我独尊，谁能与我相抗衡？疯子，有人不当要当妖怪，你变成这副鬼模样，就算能够独尊天下，那又怎么样？哼，全怪你们这些小鬼坏事，逼得我不得不与水魔兽融合。这是你自己找的，怪得了谁？可恶啊！我与水魔兽合体，如同拥有不死之躯，我的生命无穷无尽。我的力量源源不绝，现在我要生，要谁生就生，要谁死就得死。呸！手下败将，光会说大话也没有用，我们手底下见真章吧。拜月教主与水魔兽合体后，今非昔比，大家千万别大意。OK， 这什么鸟 bug？ 这什么鸟 bug？ 我的月炉被你逍遥了。
不是，我的月炉怎么被你敲咬？这 bug 是啥小啦？可以修一下吗？没人发现过是不是？骗的鸦片，鸦片哥，干干宕机啦，鸡歪嘞，干老鸡歪。有了有了，换鞭子就好了，月炉换鞭子就可以，就正常了。啊，惊死人哦，吓死我了。正常的吧，可以的吧，换鞭子就好了。原来鞭子还是本体啊，鞭子还是本体，吓死我了。如果真的这边卡住，我真的会彻底崩溃，我比试炼库还崩溃。那可以再换回刀吗？我鞭子就那一把有点烂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还好，信伟。哎，信伟，你有遇到过吗？啊，对好，万影狂杀就换回来了。然后身穿，脚，因为月炉结局，所以才会出现月炉。哎，我两个都有千，都有乾坤印子，好，应该可以了。刚被打成功，没有宕机。那我装备一下吧，然后先装个装备，直接用银箍。就一个，这么少啊！不要给给灵儿用用灵骨好了。我刚刚是加谁身上？呀呀！不会啊，不要乌鸦嘴，不会宕机的。啊，现在谁是谁？我看了什么？丢武器，我有什么武器可以丢吗？因为是月炉结局，所以月炉会出现来帮我们。这是超级大 bug， 超级大 bug。没钱了，应该是没钱了。对，没钱了。
只要收集道具就可以让月如复活了。打赢了，因为这是死定版的。打赢了，打赢了、啊。起来，站起来了，他站起来，又有站起来了。灵儿，你流血了，不碍事的，只是背后的伤口裂开了。你怎么会不碍事呢？你若是失血过多，你会死的。灵儿妹子的伤不能再耽搁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你们大家都不觉得月如出现很奇怪吗？好滋补的女娲血，期盼多年的长生之药，终于让我得到了。我吸收了女娲血的灵力，加上水魔兽的魔力，从此永世不灭，天下无敌。哼，天下无敌，你是痴人说梦话。月如，月如，月如，小五哥哥，没想到八月教主会变得这么厉害，你们没事吧？在水里面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要想办法把他引到岸上去。糟了，大家快走，来不及了。灵儿，
哎，好消息啊，好消息啊，姑爷回来了。姑爷啊，你这可终于回来了。宗伯，大伙儿还好吗？好，好。冬梅，快去通知小小姐，说姑爷回来了。是。姑爷啊，你这一去大半年，小姐跟小小姐可盼你盼得紧呢。这次上蜀山，有些事都耽搁了一阵。怎么不见老爷跟小姐他们呢？老爷出远门，说是到京城去了，而小姐……怎么了？小的一个去看看。这叫声听起来不太对，我先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阿呆，你刚刚有听到呼叫声吗？有啊，小的听到西厢房传出叫声，阿才已经赶过去了。西厢房，那不是如果的房间吗？哎，姑爷，一定是小小姐有哪些宠啊、事啊捉弄丫鬟们。小小姐这么调皮，我们都拿她没办法呢。上次啊，小小姐不是从哪拿到一个会冒火的虫子，差点把房子都烧了，老爷狠狠地骂她一顿。冒火的虫子，一定是阿奴给她的爆裂骨。西厢房在哪里？阿才，姑爷，你来的正好，里面传出好几声尖叫，你赶快去看看啊！小的听到声音从里面出来，可是我们下人不得随意进入西厢房。是这样吗？我去看那个，不能看吗？这里吗？奴婢依小小姐的吩咐端来茶水，结果一进门就看见两个坏人抓住小小姐，正想从窗子窜出去，我赶紧拦住那两个贼人，谁知就被他们敲昏了。你看得出对方是些什么人吗？两个贼人穿的一身黑，奴婢看不出来。小小姐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然后呢？此去只有影楼窟一条去路。冬梅、秋菊，你们找几个人留在这里看守，我出去找小小姐。啊，那个墙壁修好了，好，再走一次影楼窟喽。如果的秀怕，看来他们是往这走。哎，还要剪袖泡，还好我有剪。这么小，谁会发现啊？呀哈！这不是卢尔的鞋子吗？到了，吓我一跳！对，然后在圣姑有暗示，对，对，所以一炉才会叫月炉娘亲呐，他叫月炉娘亲。一炉，这。站住！不然小心我对他不客气哦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抓走易如？我们是保家林双侠，我们是来跟你报仇的。我们何时结过冤仇？你们似乎从未听过保家林这个门派。
没听过啊。你没听过是你自己见识浅薄。两位女侠，你们之前都有得罪，今晚冲着我来，何必殃及小女？我、哦、是宝箱里哦，我念错是不是？这，我们并非要找你报仇，只是术士下帖要你比斗，你都不予理会，这不是不给宝嘉玲双侠面子吗？总之，你想救你女儿，什么？哦，想救你女儿就放马过来，露两手真功夫，让我宝嘉玲双姐不是双侠瞧瞧。你笑要无言。怎么不敢吗？既然两位坚持，你某位救小女，只好向双侠讨教了。谁怕谁？快，咱们俩一块上。可是我，真没用，你怕就闪一边去，我自己来。哈哈，小飞贼，一如小飞贼。哈哈哈，太可爱了吧！还等什么？出招吧！按照惯例偷一下，啊，玉镯！哎呀，没打到！啊，我也没偷到，没关系。这，你看什么看？只不过是小小失误罢了。可是打他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哈！哈！这样对亲生的女儿下手，可恶，又打歪了。这家伙是出来搞笑的吗？见神了啦！不要跟你客气。呀！那你知道爹的厉害。他血很多。喂，你怎么还不出招啊？我把气去丹田，准备发出最厉害的招式。你待会最好小心一点，免得被我真气所伤。你逍遥无言呐、啊。这表情，啊？刚是一只猫走过来吗？嘿，看招！哈哈，原来这就是宝嘉玲最厉害的招式啊！这我是怕伤到刚刚那只小猫，真正最厉害的招式我还没有使出来呢。可恶！你别躲啊！我没躲啊！呀！哎呦！看你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！哼，宝枪女双下也不过尔尔，以后少出门招摇撞骗，丢人现眼了。一如，别怕，爹来救你了。张总，大小小姐，张帮的，哎，都说不能叫我小小姐，你还叫？李大侠果然好功夫，宝枪凝霜下自然输的心服口服，那就后会无期。等等我啊，小小姐。等等，怎样？李大侠还有什么指教？你可以先走。而你留下来。我
夏小姐，你不要说我不讲义气，春兰只能帮你帮到这了，我要先走了。春兰，你等等我啊。一如。嗯啊，我马上把他带来。一如，你给我回来。小妹妹，你想到跑到哪儿去啊？爹爹，一如，李公子，扬州一别，奴家可想你想得要紧呢。姬商娘，哼，想当你们一般姐妹，在扬州逍遥自在，谁也抓不着我们，偏有你这小子爱孤管闲事。害我在牢里蹲了八年，这是我们两个私人恩怨，与小女无关。你快放了他！哼，想救人，先打赢我再说。哎，哎呀，会气剑子啊！哈哈。李龙哭这件事，大家都舍弃他吧。好，这个就要打赢了，我记得这个要打赢。哦，他打我不手软的。呀！一如只是会打歪而已，好吗？呀！打输有剧情啊！哦，但我想打赢。我谁？我蜀山派掌门人呢？怎么可以打输？哦，谢谢苏杰。我堂堂蜀山派掌门李逍遥会输给一个女飞贼？开玩笑。我靠，这伤害！看，逍遥神剑因为有带风属性啊，所以要看属性，怪物的属性。赢了。你为何会使掌龙卷？林家宝的武功也敢偷学？咦，爹被我们骗过去了。好啊，你们母女俩居然联合来戏弄我。我还在想，你要何时才会认出人家呢？月如，你干嘛装扮成女飞贼的样子？哼，嗯，谁叫爹去蜀山与去了半年不回，娘在生你的气啦！我不是有托阿青捎信给你们，说我忙着教弟子们练功，会晚点回来。晚点半年耶，你也晚太多点了吧。那封信都要弟子代笔，说穿了你根本就忘了我跟如儿。我怎么会忘了你们呢？还说呢，你刚刚差点认不出人家，要不是故意弄出林家武功，你早就把人家打死了。这根本是两回事。爹，你三娘为何要假扮成女飞贼的模样？为什么？一如，嘿，娘说她想试试看你是不是还对那扬州寡妇念念不忘。月如，这太离谱了。好嘛，我知道啦，还好你刚刚面对我时没有心软，你要是敢对别人女的手下留情，我可不饶你。哎，女人心海底针呢？刚刚你月如还说，要是我没有露出林家武功，一早打死我。然后现在又说对别的女的没有手下留情，哇，女人好难搞啊，真是善变啊，天哪，真难取悦啊！神武二出了我会玩，哎，出了吗？
我晚点去看看，圣威尔会玩，古剑三还没玩完。哎，你看看看，夏瑶跟我想的一样。哎，女人真是不可理喻。你看嘛，是男人都这样想，好不好？干，可是李逍遥没有单身，因为他比我帅。爹，你这次怎么去那么久啊？这次一待半年是有原因的。好，李逍遥要讲原因的哦，大家仔细听哦。不过你娘好像不欢迎爹爹回来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嗯，到底为什么嘛？爹，你快说嘛！你要说什么就说嘛，干嘛拖拖拉拉的？爹答应过一个人要做一件事，为了这个承诺，爹留在蜀山，尽快做完所有该做的工作。是剑圣爷爷托爹教蜀山弟子剑法的事吗？嗯。讨厌，剑圣爷爷自己跑去云游四海，将蜀山这个大麻烦交给爹，害爹都没有好好陪过我跟娘。如果爹就是想多陪陪你们两个，这次才会在蜀山耽搁久了点。你，月如，我记得答应过，等到找到有能力、够资格掌管蜀山的人后，我便用好好陪伴你跟一如。你，小五哥，你还记得啊？嗯，我还一直记得，许久以前，我们说过，要四处去游山玩水，一同吃遍天下珍味，看遍人间美景。我们要吃到老，玩到老。对，现在是这个承诺该实现的时候了。逍遥哥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月如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跟如儿了。哎，好棒！爹一定要带娘跟一如一起去游山玩水，一如要陪爹一起去打坏人。我们三人要永远在一起，永远永远都不分开。红颜如月有圆缺，君明逍遥莫悲切。昨日种种心生种，今夜梦里现方中。好啦，《新仙剑奇侠传》阅读结局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那我觉得我蛮喜欢阅读结局的，因为比较符合原本的结局的后续啊。哦，好啦，《新仙剑奇侠传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新仙剑奇侠传》的游戏剧情啊。这款游戏在2000年的时候就出了，然后在2017年 iOS 跟 Steam 上面有上传这样子。那最近因为仙剑版的 DOS 上 Steam 了，所以倒是才想要玩一下《新仙剑奇侠传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游戏的啊。好啦，就是这样。